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我们抽两个呢，也就是五分之一，五分之二，没毛病吗？干哈呢？还给加个血呀？你说这也不给摁加血，这他妈搁那干哈呢？他完了呢！还把小炮给定住了。哎呦，我还勾回来一个！谢谢渴望小灵必中赵日天和蓝林汉的睾丸，谢谢饺子睡醒了，还有三分钟啊，不是三分钟啊，三十秒啊。刺儿，刺儿，刺儿。哎呦，摸我！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兄弟，你连个闪现都不带，你跟我打啥呀？谢谢饺子睡醒了，感谢小灵必中奖，你要干哈呀？你要干哈呀？我说啊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跟我解释一下。我应该学抠，但我又怕我抠不动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是学抠的话，如果我们能抠中，这还是不自信啊。如果我们能抠中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不交这闪现。哎呀！起立！有大气的没，兄弟们？啊，可以刷点大气。我们差二十个送礼人数。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摄像头。好的。点烟刺儿哦，小饼干亏了。别送那维恩，那维恩那英雄打我们可疼了，别让维恩起来，别人都无所谓，这兵线不亏，这何止是不亏，这都赚翻了。
这个炮车请问你吃不吃？哎，这腰子怎么回事啊？好难中啊，这腰子这个扣有点难中，他跑的有点快，380的移动，你这人就很奇妙。你说那防御塔打右边小兵，他他妈去补左边的兵去，我靠！我就应该吃个小兵，其实，啊，还点赞，好样的啊，点赞，这赞点的不错。你能抠到一次吗？他跑得太快了，抠不着，这抠范围太小了。喜欢点赞，挺好啊。喜欢点赞，950。真他妈的难，这剑圣怎么老往上跑？直接给我往他脸上飞，对。你就是世界的祸害之一。我还是对这些剑圣太仁慈了，我发现就不应该玩这种幼的英雄，玩个见面就打死他的英雄，我让你干咳。喜欢点赞，点赞，点赞，点点赞，来点赞。我给你来个赞。看着点那剑圣啊，人没了，注意点。靠虚弱，我都不知道啥意思。哎呀，没吃着，我寻思我吃一个回家了。
有蓝吗？没有蓝，上去。第二件装备我就聚酒。点赞。点赞呢？你不他妈挺能点赞的吗？点赞来。你的丧衣就是世界的祸害。赶紧把他上塔给他拔了，一些塔我们抓紧时间拿，拿完出巨酒，这把得有虚区，没有虚区可不行。腰的可能会传啊，我们稍等。来点赞，不让他传啊。正好2900。起立，跟我打，你跟我打，我的天，我都肉成啥样了，你跟我打。这唯一六个人头，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，这消息也太差了吧，这怎么六个头了，哎呦天，剑圣六个头我都无所谓，真的那唯一别起来呀，打人都百分比掉血，打个屁呀。来，马上起一个了，没有起一个，应该杀维恩的这波。目标有点问题。勾的刺儿沉默了，刺儿这被抢啊，海妖还行，这要出盾弓那就完了，大冰心给我伺候上，我们已经16分钟三件套了，并且我们吃人已经吃到了6层啊，
哎呦，黄子儿，这双 buff 没了这。哎。我不是说祖安老虫子啊，我说他有毛病吗？你们觉得？你说这种人你不骂他？你说他讨厌厌不？俺们19-18，他自己去投降的。你说你自己崩了，谁说你了？啊，有人说啊，没人说，他就自己在那儿。你看他自己在那儿瞅着没？下路我不去了啊，咋咋地，咋咋地。烦死了！我都没看见剑圣啊，一开始有剑圣这个人吗？谁瞎当的呀？目光之眼儿还行吧。没办法，那维恩又加血又套盾的那塞纳很烦人，没打死，就稍微有个人给我补点伤害都能死，但是很可惜没有人，只能我们自己打。太笨了。人家家维恩永远都能写了，只要一拿维恩啊，这就100%写了，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很难。看看再出点啥吧，我想一想啊。你就狂徒行这把，反甲都用不上。我血量高一点，大招伤害高一点，我直接一口给他闷了。黄人死了，这波可以杀剑圣。黄人也能刷，没事，我给你们扛打。可以啊，这波比。这叫大龙。这机器人开的可以。拆不掉，别拆了，别拆了，拆不掉，拆不掉，赶紧大龙，快点，快点。别磨叽，不要耽误时间。快点，我们 AD 特别多，赶紧打，别在那打蓝了，快点打，赶紧打。不用管呢，
赶紧打龙。打完回家。2100。这把就得这波比起来能治得了这威严，我负责吃剑圣，他负责杀威严。要想让我杀威严那可是费点劲，除非威严是个傻子，我根本我都碰不着他。中单波比啊，中单波比，咱先吃个小怪。这是我吹的啊，小龙黄图了。黄图一个大829，升个级16级，1000多一口，完事出个跑得快的装备吧。下路，拆下路走。中路拆不了，往下路走。这波我们就不吃小兵了，算了，不吃白不吃，吃一个50来秒。回头，哎，那头都不回。把塔拔了，你就站领住是吧？有没有人救一下呀？这家伙，这维恩给我打的呀！这顿点呢，再出个啥呢？出个钉吧，我觉得我出个钉行，真的，我出个钉吧。反甲不要反甲，他也没啥加血，其实我就来个钉，他打我就钉，反正他们家也没有 AP 伤害，这妖的给我出辣十字牙杀人书，挺有意思的，还得是这波比。变大杀完直接下路推，我一寻思就得扎歪。干什么的？
个闪现要干嘛？拆中。世界这么棒。给我起立。太烦人了。赶紧拆塔，那防御塔打人不掉血。我已经给你把它绑起来了，叮，还得是个叮，再见，不跟你玩了。